台中富特楼对决台北展翼。台中富特楼这边的先发阵容，赛前摆出的是一个5-2-3的阵型。那么台北展翼这边摆出的是一个3-4-3阵型。在最后的赛程地板的东西，球传中，这波球不错，这个中间有没有机会起脚？这球是被守门员东风君给挡下的。空上很漂亮，有没有机会要进球了？漂亮的传中，礼貌插上之后，把球捅向了球右侧的死角。手指到左边，没有一个反进攻机会，有个机会起脚打到自己，再补射腰了。球的是邱柏瑞，哇，这球是礼貌用脚后跟顶回来，然后邱柏瑞在左脚起脚打成死角。比赛结束。